我不单杀他两波，现在我们已经无法再打回来了。一级打三级，我佛了，我扎一刀。我扎，黑扎，我扎一刀，我是真没想到你个三级的打个一级的能猥琐成这个样子。平A 点烟 W 接扎一刀 A 接闪现接平 A 吸滑呀，扎一刀 ，A 两刀，回家。这应该是个出肉的大虫子吧，差不多。这把得来个水银海。我扎一刀 ，A 两刀，再扎 ，W A 两刀，平 A。先升个五级，我扎一下 A 两刀，平 A 学错技能了，不过没关系，一下 A 接 W A 一下扎一下 A 两刀，还叫人儿，你说？你他妈打个掉线的，你还得要个打野才能打过呗，个菜鸡人。人头是谁的呢？人头是乌迪尔的，还行吧。少学了一级 Q， 哎，多学了一级 W 技能。先去插个眼儿吧。抽的啥呀？日炎，扎一刀 A 两下 ，W A 两刀一下 A。A 接招，
没办法，这大虫子太猥琐。我操！中，扎两刀点烟接大招，这大招，哎呀，我操了，不是智能施法，我服了。上把玩的潘森，哎，头痛，忘给调了。不是沉默了，那智能施法没拿，没整出来，正常直接跟他换了，要么都是都行啊。简直头痛，这人还贼猥琐，塔也不除。更难杀了，一会儿告诉我他在哪里。可不好杀了呀。你给我中，扎两刀扣一下，扎两刀接平 A 一下，平 A 平 A 平 A 接扎 A 两刀，平 A。无敌尔可能还要来了，没事。茫茫大雾，找啥呢？搁塔下呢？有没有人帮忙干克一波呀？你有病是吧？你要干嘛？要打打。看来不行啊，先闪一手吧。W 扎两刀点烟，扎两刀闪现一下。中，扎两刀 Q 一下，扎两刀，哎呀，小法师。哎，他一下，泽拉斯技能撇的不是那么特别准。把大虫子征服者猛一点，这跟征服者有啥关系？我上来把他杀了，那乌迪尔住上路，
住了多少波？拿峡谷先锋把我塔推了，那你说我上路还怎么跟他打？我带个啥还能跟他打下去？他跟带什么没关系。哎呦我完了，又学错技能了。哎，能吃几层吃几层吧，应该还能踩一层，剩两层。在你们家优势的情况下啊，你自己有点劣势的情况下，你需要怎么样呢？你需要一直的法御，要跟得上对面的上单的法御，知道吧？否则对面的上路就很有可能就能凯维。再见。不行你就大招跑，马上这大虫子的等级就没有我高，知道吗？他必须得去帮他的队友，否则他们家就打不赢。我先来破败，这波可以往中路走一下试试。没事，吸起飞，沉默接大招 W 过来扎两刀，吸吸吸吸，差点就没吸出来。中扎两刀一下，跑得真是快。 Nice。看有没有蓝 buff， 打不了扎两刀 A 两下，平 A 平 A 平 A 走位，平 A 扎一刀接大招，打两下平 A 中，扎一刀吸，哇呀回点血，现在连辅助都能欺负得了我了呗。哎呦啊，扎一刀 A 两下，
假装回城，其实我们往前走回家啊。骗一骗他，然后假装我们回家了，其实这一波啊，我们在这等这个巴德啊。来，三二一，中！扎两刀 Q 一下 ，A 两下 ，E 一下平 A 过来 ，A 一刀，漂亮！来骗啊，来偷袭！这69岁的老巴德啊，这0-5的老巴德。不管了，就拆了。我们一下中，砸两刀 ，Q 一下，砸两刀接大招，击。打个蛤蟆，哇，这巴德怎么死的？可以看到对面大虫子现在12级，我们已经13级了。我164刀，他只有仅仅的117刀，而且我们属于全场最多补命的人，知道吧？你得把自己的发育给他提上来，你不能说你劣势了你不提发育，你等着躺赢那肯定是不行。打个红，躺赢了，躺赢了吗？我现在已经400块赏金了。我让你看看现在我的威力啊！来，中路打波团战，让你看一看什么叫一个打三个啊！来，直接 E 一下 W 中，扎一刀，接大招 A 过来，吸 E W 放扣接大招 A 吸，大过来 W 三个人不好追了，先 E 一下，假装往左边走，其实我们来右边，尿的。这无敌人跑那么快、啊、这巴德指定得过来插眼，在这等他来。几个人？哦呦，我有跳弹吧？一下没事，死不了。他们没啥特别厉害的控制技能，我跑就行了。其实，我们跟他要一波圈儿去，回头杀小法师。来，七一 W Q 大过来 ，W 中一下，右边有巴德，瞅一眼 ，A 接扎 A 两下 ，W 掏两下平 A 接吸。差不多了，别闹了啊。
这还给我来个被动呢，我捡一个。哎呦、啊！这福耶哥这 W 技能其实挺奇怪，你知道吗？中，开打吧，不需要管着大虫子，先把塔拔了。来 ，W 杀两刀，扣一下，嘻。打过来 ，W 扣一下，扎两刀，平 A E A A 扎 A 两刀，接大招 A 接扎接吸。嗯，龟的力量打过来 ，A 接扎接 A 两下 ，W 吸吸。一 W 纽扣接大招吸，超神了。